期的一样，本月中旬金星如约与汉斯在意大利成功举行婚礼，婚礼没有明星大咖的到场，也没有金碧辉煌的奢华，仅仅是邀请孩子与亲朋在一片小树林里举行庄严仪式。虽然简朴，但天地见证，意义非凡。其实在很早的时候，金星便找了一个算命师算命，对方趁金星他会在33岁做母亲，然后38岁结婚，一生中会结3次婚，43岁以后会迎来事业发展。当时金星并不认可，特别是做母亲和结婚3次，简直不可思议。而这个预言却被一一验证。先是在金星未决定变性之前，23岁与太太肯波林在美国一起学跳舞相识，并举行婚礼。第二次结婚便是与汉斯在2005年38岁的时候，而因为孩子学籍户口问题，二人决定离婚。到现在的再次结婚一共3次。而算命师说的第一个预言，金星在33岁之前会做母亲，而金星也是在嫁给汉斯之前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。金星在33岁领养第一个儿子嘟嘟，接下来还领养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，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但是满足了金星做女人的愿望。金星也是他们未珍宝，而金星也是在43岁事业飞起，2011年成功在武林大会揭幕的评委。